一起出来
global moment. Just to have the end. Moment. 好像大师傅尊敬的今天师傅来的话，我们马上不可以包那样子的，还有这种，啊，这种是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好像容易的，这个紧张我们，好像这样子。 这是简单的，好像他进来了，是，我们那样子包是有点困难，好像这个容易的，这个来，要放这边，这个，好像站起来，这边。 我们的，这样子，可能他进来的话，我们就这样子，要进你的话，坐下，就是放这样子，嗯，然后就叫进你。 的方法，初阶的时候，镇静的、平静的时候，这样，这个放心，怎么样？这边没有，这个没有出来，这是里面，啊，好看，完了，我们读起来，这样，你看，这边镇静。 这种的话，好像我们真正的这个是我们容易的方法，好像真正的方法是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 简单的，简单的，啊，这个，这个，啊，嗯，这个放这边，这个，这个。 不要下去，这个叫扩啊，必须要粘这里，粘起来，就是说，可以，是吧？这边，粘这样子。 这个是大哥，这个是一点点去，这个是多闻，但是是不要太闻了，这个是多闻去，好像久久静静的时候。
你在小时候两个小时候他不会穿，穿不回来，这个，嗯，怎么，好像，今天的时候，那个放这边，好像进来，啊，从，进来，啊，关注一下，慢慢慢慢，可以见面，看一下。放下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到这里，这个会会掉下来，会粘粘起来，这种粘起来，都不会掉下来，那这个也是。原来这样子的话，都知道不会加，不会加，你要这边要摸练，是吧？哎呀，慢慢慢，能吹的话，是不是？歪裂的时候就不可以这样子，必须要开起来这边，开起来这边是好像另外一个手呢，所以我做这个啊，那个，好像这边就是什么，这个不要，必须要盖起来的。有时候我们这个没有的话，这个是在里面，盖起来这样子，不要这样，不要出来。可以放下，没有问题。放下两边必须要平衡，去下面。就是你高高是这样子啦，好像这样高也是可以。大家这样子没有高吗？就是这样子，盖住，这个两边盖住。好像。那边必须要平整，手不可以出来这边，出来这边是这个出来的手，出来那边，这边出来，出来这边的话，你看见，必须要来这边，这边你的手长的话，一点点过不这边啊。如果短的话，可以这边，这个短长就短这边，好像这样子，或者是我们来一个硬的都放下可以，这里
一边啊，这个来这个一边的，这个来这两边，嗯，来这边啊，看吧，啊，这边，这样，这个，嗯，转。转转转，这一次转两次，看这边，那边是哪？嗯，这个是哪？转转转两次这边，嗯，等待，这边上次。嗯，这里，好像，这边，转转是拉这个，嗯，顶顶了啊，好像这边拉去，这边拉去，要推一下，往前，往前，嗯，嗯，拉一下。所以这边的小心推平，嗯，这边的那个进来，中间，站住，站住，你这个，好了，好了，嗯，行吗？在这边的是静静的。不可以站，不可以下去。什么的？对于外面的时候，对外面的时候，啊，这样子。我们的祖父啊，放这个，这个有，我们比较年纪的。有两个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这个是要反起来，没有，但是这个时候它不反起来，它会风吹的时候它不会很少，这样，这个，嗯，去外面的时候，啊，一下子是啥？这个，就啊，要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准备啊。这样，然后这边慢慢的延伸，嗯，看到。